大家好，我是混沌，现在玩的游戏是《Pokémon Go》，然后之前那叫什么驱逐恶尸还没解掉，但现在好像没什么事，来解一下好了。哦，然后那个有的人的账号页面界面变更成这样了，我刚好也被变了，活动变成活动这样嘛啊，那叫什么？道馆跟选秀会都移到今天的下面了，哇，这个应该习惯一下，还行。OK， 那我把讲义领一领。驱逐恶尸仪式。第二阶段，捕捉15只宝可梦，传送10只宝可梦，打败6个购火箭队手下。OK， 那先这样。哦，好的，第二阶段完成哦。恢复面具。第三阶段打败购火箭队干部亚洛、克里夫跟希尔拉。OK， 那先这样。哦，好的，第三阶段完成哦。然后就有超级火箭队雷达。第四阶段找到购火箭队老大，与购火箭队老大对战，打败购火箭队老大。嗯，那这个就去看那个大家报宝贝吗？还是要用这个自己看？可是这个找不到真老大吧？这还是要一个一个看。那个大家报宝贝的话，就有个彩色的，就是那个真老大这样。OK， 那先这样。第四阶段完成。哦，这个还是那个特殊造型的。好，第四阶段，第五阶段完成，奇怪，怎么个事？驱逐恶尸力4。那这个任务如果没接到的话，可以看一下是不是之前有没解掉的。上一个是什么？我忘记了，反正都是那个火箭队系列的。然后有一个勾勾，驱逐恶尸力4，我看我找不找得到。上一个到底叫什么？驱赶暗影。那如果是在之前的没解掉，就翻翻看有没有火箭队相关任务没解掉，把它解一解，应该就可以拿得到任务。那这个我觉得可能。会不会在六日的又复刻什么暗影团体战？哇，下一季也不知道是谁，这季是那个冰冻鸟。
好吧，那差不多就这样了，大家拜拜。